嗨，欢迎来到我世界。这边我们又拍了，我要拍这个啊，没事，前面的话没说。你有没有发现外面怪怪不太一样？先讲这次的版本，现在的版本是1.17.20.21，然后我的人物上方写贝塔版，但其实你们有发现，MyQuest 的正下方的贝塔已经不见了。从黑白画面现在转成1.17的画面，我觉得这是代表1.17第二版本就是即将到来，感觉完整的1.17要来了，所以非常期待。然后画面整个画面也变了，那成就又改到这里来了。好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想拍一个给你们看。这个上面这个是这是这个。这个世界，这是我乱取的啦，这是我乱取的，不要理他，呵呵，他没有什么特别含义，对，不要理他，哦，还可以变这样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个世界，我刚下载来的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如果你们想要下载，我会给你们影片的说明栏。我们今天是要来拍，就是如何获得所有的成就。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获得成就。OK，我现在成就还差很多，所以就给你们看这个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对，那我们手上这些书。或者是这些东西可以都不要，随便你哦。我就示范就好了啦，我也没有真的要解成就什么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就暂时就是先不讲话。可是我拿下麦克风，你们听不听得到啊？听得到的话，在留言区写一；听不到，在留言区写二。好，那么就开始。第一个就是挖木头。这应该大家都有经历过啦，除非你是每次都开创造，来挖个就是挖木头而已，没有多难。手上杂物有点多方面。手上的东西都全部可以先丢掉。还有一个，就是挖木头而已。够简单了吧？掉了，手滑，够简单了，就是讲话就很简单啊，这样，那就完成了。这一个就是做工作台。做熔炉，做一把剑，做一个木镐。再往前升级变石镐，哎呦喂，刚才按到了，哭哭，然后应该有录到了，石镐就是挖铁矿，它的材质变了，变得有点怪怪的。我刚玩的时候，我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没有拍给大家看的时候。这个石镐还不，这个铁还不是长这样的，也还没有贝塔。这个是就是很 OP 的镐子。对，哎呀，不能先把下面挖掉。而且还要烧，先把它放下去，就是烧掉，烧一烧。
拿着麦克风好了。麦克风，哦，铁定快拿到了，那我们就换下一个。啊，算了，我懒得拿。挖掉钻石砖。你可以不需要全副武装欸。然后你就要全副武装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下一个，做这个告示牌。锄头，为什么有点像镰刀啊？这个是要烧猪，而且重点是还要吃掉它哦。可是我就不示范了，等它烧完。为什么不用高炉啊？不吃，吃不了。本质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用木头烧木头，木炭再烧木炭。用力踩，踩爆麦田。要不要踩都可以，我想要踩。疗愈的方式。就是，找到，有财报了，然后做一个面包，然后这个是，这个做谁？这个是要做一个斧头。我可以不要演示吗？有点累。好了好了，演示演示。弄一个花盆，应该还要插花。要做药水，我不会念药水，我就试试看。第一个，一二三，然后要是不是要先弄这个？不会用。所以就有做不对的就 sorry 喽。我哥每年我只有尿过，只是第二次而已，我也不记得该怎么尿，我也不会尿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初制药水，好，那是对的。然后用黄金的，西瓜是做什么的？所以西瓜是只能拿金西瓜只拿药那样药水，然后有点烂，好烂哦！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！哦，竟然是这个药水，好好好，那我是不是要让自己受伤？好了，就不要浪费了。这一个是要做书柜，这拿这样就好了。拿书柜可以做事，拜拜。这样，这里，哦，这我不演示好吗？把这个里面所有的石头，注意听哦，里面所有的石头换到另外一个箱子去，不然就是朵花上面的，除非不懂英文。这个就是吃腐肉吃到死啊，不是。这是做蛋糕的，蛋糕，牛奶，一个汤啊，这样，蛋糕，这样，好吃。
等一下，蛋糕，蛋糕是个谎言，不吃。哦，有一只鸡，哦，两只鸡可以。哦，就是连三个箱子，用三个箱子里面的东西要连到，这是干嘛？等下我看看。用三个箱子，然后用漏斗把它们三个箱子都连接到熔炉上面。听不懂，我也没办法。他后面有示范呢，我之前都没有看到，就长这样，就叫你盖住这个东西来就对了，一模一样哦。然后这是要从这个地方，高高的这个地方。要弹跳30格，掉在 SM 上方块上，然后要30格。其老实说，我真的，其实这个没有30格，这没有30格，所以你可能还得另外找一张地图做。但我只能说这张地图比较良心，之前上一张地图一模一样的地图，超级不良心。这个就是要把箱子，矿车箱。里面放那个马铃薯，然后将它推到这个漏斗上面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染色而已啦，染的有什么好染的？我说要染什么东西？我说噔噔噔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这样都染过一遍。就是这样，够简单吧？剩下人就得自己来了。有一些他真的是不会成功，就是要来做发射器，那个弓箭，发射器，这个吧，发射器。然后这个是推一个。活塞，就是用活塞推活塞，然后再拉回原本的活塞。这个是烤兔，就不解释了。要不要吃？要吃吗？要吃，对不对？把湿海绵烧成干海绵，这不知道干嘛。拿岩浆当燃料，谁会拿岩浆当燃料啊？拜拜。吃金苹果，这干嘛？在水下2分钟，这个是走在上面。完成了，你完成了成就，好烂哦！去吧，放这里。这个是死，你必须死。这个高度一定死。差点没按我掉下去。死。Oh my god！我的耳朵，我不应该戴耳机，真的好痛，我的耳朵还回血了，帮他命名。
要喷药水是不是？好，来喷一喷。到底喷这个要干嘛？我们就给它喷完好了。拿了就得喷。哇，升级了，三十级，保证让你到三十级半哦。I hate you. 拜拜。然后这个是捞鱼的，是捞鱼的。没完了，这是应该先装桶水。捞捞的水，长按哦，不要给我乱，不要给我乱捞，我不会捞的人。这是什么？不可以杀鱼哦，你杀那只鱼，你肯定过不了。拿这个当燃料，谁会啊？那是无聊人才会做事啊。然后这边是吃，你要在这个游戏的3天只吃干海带。这个应该不需要多做解释吧？我来为你们示范，1、2、3、4，懂吗？塞4个进来就没问题，好吗？这是兔子，不是，这个是等，你要等下雨天，然后射向，把那个激流的射向天空。这一个就是用支架，这个音架一直叠叠叠，把这个全部的音架用完，叠到最上方。到最上方去，这个就是需要我演给大家看吗？真是，好了好了，给你，对，这样一个就好了，不需要太多。我想用黄色，掉，对，太。对，整面了，白色的，红，不准备红色，我染错颜色了，对不起，嘿嘿，黄色，底下也都是黄色，都不要了，用红色。没问题，好吗？两个你看，我们讲样式的，好看。这一个烂烂的锋利，把它给消除掉。这是工具类的，对。这样就完成了一大堆了。我跑的好了，反正也不死。拿点食，有食物吗？还拿点食物来吃。这个够给你吃了吧？这三个，你拿个5组就够你吃了吗？现在不能吃，我们就带多少带的，你就用跑的，然后跳一跳这样。蛋糕是个谎言，蛋糕不是拿来吃的，是拿来。爬山的，有些人应该会知道，这个算简单，就直接这个那个成就就是这样做到底。等上面会有一些资讯，我里面还有一个小彩蛋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彩蛋在哪。因为他也不跟我们讲，作者也不跟我们讲，因为是彩蛋嘛，叫他们自己找。可是找到彩蛋之后，他也不会跟我们说那是彩蛋，所以我也真的不太确定哪个是彩蛋。哇，漂亮，他做的还不错诶。可是有一些就还没有做得很好，像史莱姆那个，那个人就自己想办法在哪，那个人就自己在想办法呗。
会再给你们一个网址，在影片下方链接，自己搜寻，自己查比较好。啊，这张地图我会先推荐出去，大部分的，至少大概70%-80%吧，80%的都可以做完，保证，80%，真的80%，剩下的几趴，十几趴你就自己来吧。嘞，回家喽。说真的，这真的有点慢，好想用翘翅飞哦，飞起来！给它飞飞飞飞飞，快快快快！很慢，这矿车突然觉得很慢欸，平常都用飞的，都一直用翘翅飞起来，非常爽。嗨，这是作者藏了一些，就是一些东西给我们。如果你这些都100%的那些都做完了，那说真的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所有的成就都做完了，你就可以开创造模式飞起来。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笑脸彩蛋，或者是些建筑类的。哎呦喂，那个不是。然后要到了没？很慢，但我也没办法自己跑，自己跑反而更慢。哼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这下面是有宝箱的。AirPods，虽然不太懂 AirPods 是什么东西，这地图应该会留。有些任务。好啦，这个，你只要待在这里33个小时就行，不然就是在其他地图，就是自己慢慢度过。这个是要做，做什么来着？附魔台，材料附魔台，制作完成，按到了，这是待太多了，删除。应该就是冰头挑战，就是盖个地狱门，自己来，不要我做，谢谢。大家都会做，做一个铁巨人，我不想做，拜拜。喝药水，浸岩浆，来泡个澡。把这些拿起来，然后放到另外一个箱子里面，这个拆掉再放回去。哎，其实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笑脸，一个嗨。画叉叉的位置，然后你现在就在这里。欸，如果离开的会，那它不会有叉，它根本不会动。有一些你看，像这里写一个 "hello" 什么的。其实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彩蛋，就是那个叉叉的地方，还有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彩蛋。这个就是用翘翅飞起来，你要先拿中介珍珠传送到最上面，最上面之后再飞下来，我就不演示了，我就跟你说再见。在这个水下一整天就行，看你。然后这个你要交换1000颗绿宝石，然后。里面你可能引一只僵尸过来之类，你放几只僵尸在这边，然后敲钟，你又可以完成另外一项任务，或者是你引掠夺者过来，你拿带着不死之罩过来，然后再打那个突袭，也是个成就。
喂猫熊也是个成就，呵呵。这个是海灵核心，自己放，我不负责。他，你看不懂英文，不管事。这个是你要杀死一只妖灵怪，打死了一只中介龙，而且打两次，因为还要重生。然后这些是一个非常的可怕的服装，但是我先警告，一穿就脱不下来了，但我还是得穿，我就永远不要脱。然后拿这些，对，我不相信你这样会死啊，我是不相信这样会死的。这个，还要演示吗？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演示。好，这样，这个就是你要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一个方块开始用弓箭射穿到正中央，这样麻烦。这个你应该不用做了，这个。烦呢、欸，这个是要穿上整套的玉髓的衣服，可是我不用了，我们就有这个父母的比较好。这个是用船开船，你要把这整个地方给游完，这整个地方游完，或者是用船全部都游完。然后这个草地呢？全部都要走过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地狱块你要全部都走过，然后你要给，说真的，这张地图需要两个人帮忙，另外一个人就是你要给一个人可疑的炖汤，真的，没有另外一个人你绝对过不了，你要邀请我也可以。这是我的代号，自己停下来看。你可以加我好友，只要你的版本是1.17.20.21，我就给你做，我就帮你。这个是要从哪一个开始啊？生物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这本书你要不要看？随便你，对，自己看，不想看，懒得看。这个是剪羊毛，或者你要杀羊也行。这个就是打牛，然后要掉下皮革，然后喂两只牛，钓鱼，然后烤它。然后呢，放这个是你要把，就是你要打开这个门。把烈焰神里面箱子里的烈焰神放在里面关起来，然后再拿一把剑把他打死，然后为就是让这些豹猫信任你，就喂它鱼就没问题。这一个你要进去，然后把凋零放在把爬楼梯上面有一个生怪砖。放上有地狱幽灵，然后跑出来，他对你攻击，用火球攻击，你用剑把他打回去，然后把他打死。然后这只狼狼们呢，就是，好，我用这个我就演示，好吗？把这群狼都喂完，你还想要喂，你就继续喂。这是狼狼们。不然你要打那只狼也行，可是我可不是那么凶狠的，这打不到哎、欸，站起来，包打他，打我，很棒的狗狗，乖，那就得再放一只狼，这个，不用什么都要我做，然后你放一只僵尸在里面，任何一个怪物都可以放到里面。
随便拿里面的剑，或是拿这我手上这把剑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放一只枯弓，在那个看到箭头了吗？放到那个洞里面，然后跑到这个荒点点这个地方，用弓箭射向那个射他。至于怎么射，自己这是自己找不找角度。对了。哎，这是警告哦，你们失败是你自己的事哦。有就是，你要玩这张地图，一定要复制至少两三张，不然你肯绝对不会完成。这个是除非你身手很快，就是你速度很快，你就可以只弄一张。这个应该我也懒得演。我怕我失手，放一只僵尸村民在里面，喷药水给他吃，等他变成一只村民再说。这个是放下一只女巫，喷中毒药水给他，然后你该把他打死。因为当时还没有得到这些装备的时候，我是先挑战这里，然后一直失败这样。这里就是带着头颅打败怪物，这里就是养一只，就是等我一下，对，进来，我这个直接演示啊，养一只马，贵太衰了吧，是那种马。我不想养它长大，骑上去，有了幸运，然后把它，对，好像就可以下了。那如果你骑上了一只马，它把你赶下来，不要紧张，你再骑它一次，慢慢的一直骑，一直骑，你绝对会成功。对于新手玩家来说，你爬上这个楼梯，我已经忘了这个楼梯是干嘛。你要让一只猪在这里放上马鞍，然后骑着猪让它掉下来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啊，把马跟驴子，让他们生出一个螺来，这边在里面打死一只。那不叫凋零怪，那叫什么？里面有一只，就是海灵王吗？忘了它叫什么名字。然后他说我们加了一点东西，可是也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。应该是说有一些改变，我们应该都发现。原本是超级没有良心，怎么样的没有良心？就是他会。直接射你，然后一直让你死掉。这个就是养羊驼，养五只羊，然后让它跟着你这样。对，就是让这些打你打到最上方。然后它的地板是用这次是用那个石染方块，就不会让你死。然后这边有门可以挡住，很好玩的，还蛮好玩的。哎呀，很爽很爽！我有呀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什么卡住了？打我，来打我！把它打到最顶上，你就完成了你的任务。接下来就看你怎么下来。接下来你的目标就是打死所有的。不要再上去了！哎呀，这可以吃。
就是打到他身上，又飞上去了。这个是，杀了他，也杀了。拿不动了、欸，然后这外面还有，所以打开门的时候就是要注意。因为这时候外面就会有，你就要把它给全部射死。然后塞不下了，那我就带一点东西来吧。带一点。哇塞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这时候你再躲到这里就安全，所以一定要跟着我做嘿。接下来找个方向，用力的一直跑。哦，完了，这不太妙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动。拿着，走，你已经跑到远远的地方了，他们感受不到你。他不知道你在哪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他们射下。我就有箭靶，还不错。只不过是，哦，看错那不是箭步盒，我也看错的是，嘿，我是伸射手，诶，他弹掉，我要射死了。哎呀喂，是他喂，嘿呀，怎么样？他开了，开吧。反正就是要射死全部，不然到时候会很麻烦。他开棒的时候，哦，你就可以把他打死。这角度是射不到的，要往前。后面就还有一大堆，一大堆，你就可以，只要拿到那把弓，其实那把弓跟那把剑，其实没有人可以对你。他们是垃圾，为什么？可以啊，那你还喂？为什么？这个要往这对一下，要把它弹掉了。嘿，嘿，开棒！那不是开棒了，然后就关了。是，开棒很会开，他是知道我们用弓箭射。哦呦呦呦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开 AI 这样，这。有人会拿弓箭去射，对吧？有了，你就会疯狂的掉经验值。哦，挂了。
这个是你要到地狱，然后去跟朱布林做交易，还是我不要？我不要。然后这个是你要拿萤火放在它正底下，放在这个蜂窝正底下，然后再来是你要拿一个那叫什么来着？稿子，把它挖下来。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个是你要爬上楼梯，然后沿着蜂蜜流下来，这我就不解释。然后这个呢，你要拿一只猫，然后让它跟你一起睡觉，睡觉，一起睡。我现在的那个成就还差很多了，我就不给大家看了。我还差了非常非常多，到现在还是非常多。然后这是用攻击设施苦力卡，大部分的我都完成，但就是有一些就非常刁钻，一些就是做不成。对，这是所有的，不对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些我漏掉没跟你讲。要养一只猫，养了一只猫，然后呢，把结尾兽放到这个框框里面，注意自己不要，千万不要掉到里面去，你掉里面就找死。真的，我不知道跟你开玩笑，就打死他们会得到不死不祥之兆。所以你们刚刚，我从海龙王不是海龙王，深海守卫啊的那个远古深海守卫啊，就是要带一瓶牛奶，你带几瓶牛奶？那带至少带两瓶，一瓶就是要从那边打到挖掘结束的时候把它喝完掉，第二次在这边把它赶紧把它喝掉。然后这个是，就是杀刚才的东西。还有，后面应该还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听到了"咕噜"的声音，代表它还有。它附近的四周还有。好，除了刚刚的叉叉，那个彩蛋在哪？等下再去看看。他说：“我走过这里，要寻找一个彩蛋，或者你直接已经找到他了。他不会跟我们讲说什么，但有些彩蛋他要查。”刚刚的彩蛋我不知道算不算，就是打叉叉。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彩蛋，哦，彩蛋在这里啦！我终于找到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哇哦，你走这里了耶！哼，他是叫我们来找饼干的啦。很可爱。好啦，我还是会把这个留起来。上面有东西耶。我想知道，给我看一下，一定要看看，上不去，哎呀，摔下去，上面有东西，我找不到，可恶，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哎，它变聪明了，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弄完了。那我就先退出一下游戏。然后呢，我先伸个懒腰好了。真的觉得1.17什么时候要来呢？很期待。我先开启复制。然后里面好像漏一个，就是要给钻石给别人，反正自己慢慢看啦，我不会每个都解释的，看不懂英文自己翻译。我帮不了你，好啦，我就来开一下创造，来看一下这整个世界呗。可是开创造你就不能获得那，你就不能拿到那些奖励类的，
还是不行诶。可以，我想把它 clear 掉。clear。我清掉，东西都清掉。然后呢，我就可以飞起来。你们自己去拿中介珍珠去射。是吗？哼，他说黑色跟白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。他会不会预料到会有人飞上去？哼，哦，原来还有一只在这里。哎呦，这里有一个这个。Not gonna lie。他说他盖过最酷的东西。嗯，上面的这边就是有个 hello，然后这边有个东西，哼，就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彩蛋欸。你只能拿一片，剩下的你要给你的好朋友们吃哦。反正是刚刚的 AirPods。我很想知道就是彩蛋到底在哪里，还有雪。那彩蛋在哪里啊？诶，这个是，这是不是？这什么？还有告示牌，这是他的第一个，哦，他做的，OK，哇，下雪，好酷哦，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很厉害。那至于彩蛋在哪呢？我相信是应该是 AirPods 或那两个饼干。其实这饼干我也是刚刚才发现，上次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，我就是。我们下次，如果还有看到什么彩蛋，记得告诉我，一定哦，要告诉我，我就给你们看吧。反正都复制了嘛，这边就是叫 AirPods，哼哼，拿走了。我拿走了 AirPods，噔噔，然后我飞起来。飞飞飞飞飞，要这样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要拿起我的草。好了，影片应该结束了。好了，等我一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不要分享，加开启小铃铛。算了，不知道要不要分享，就随便你吧。大家拜拜。Thank you.